现在开始上课。下课。我是死不了的。不可能。死亡会痛吗？好不真实啊。亲爱的，有人来参观了。是你的朋友吗，佛斯？你们几个有点用处，去料理那些召唤者。他们的死亡只会让我的召唤者更为强。是否很美呢？血肉骨头跟灵魂你也很美啊，佛斯。亲爱的，好好接受这份等我沉默起来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来吧，佛斯，你的命运正等着你。难道忘了吗，女孩？我是黑暗院长，我指挥不死生物。我绝不让你。现在用你的符文刃招呼来宾吧，把他们的骨头交给我。我无法抵抗的。我的骨头，一只混蛋！让我独自死去，拜托！如果你不是来上课的，
那就来当我的活教材吧。课堂结束了。